你有没有念过书？有没有上过小学？我上没上过学关你什么事？你退钱！傻逼吗你？你既然不退钱，你生意不要做了。今天价钱不会退的嘞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就昨天我在这一家那里买了我家的猫粮，就是那种礼盒装的，它上面标的是1200克，结果拿回家称的时候才有700多克，将近一半。看到没有，700多克够称吗？我这是公斤称啊，公斤。有没有念过书？有没有上过小学啊？吧你，你说吧你。我们这是公斤秤啊，1公斤是不是等于1000克？我们刚刚称出来是0.73公斤，是不是等于1460克？我们盒子上标注的是1200克，多出来了200克，你说够不够秤？你为什么算了700克？我不跟你说话，你回去等我。你好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视频中买猫粮的男子。首先先声明一点，我正经的小学毕业，正正经经的本科。那请问0.73公斤是等于1460克吗？其实这个还挺容易算的，我自己回家也算了一遍，1000克就是等于1000克是吧？1公斤那就是2斤，那1斤就是500克，不要吵，关你什么事？不要吵。一斤就是500克，就是10两嘛，那1两就是50克，0.73公斤是不是就是14.6两？14.6两那就是29.2斤了，29.2我们除以10，那就是2.92两，2.92乘以50，146克，看到没？146克，你告诉我来够秤，来一百四十六乘以十才等于克啊，1460克。哪里？这就是146克。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。Okay. 你这是道歉的样子，你什么态度？你敢你跟我道歉？45度激光懂不懂啊？四年才不懂，我去学嘛。你敢说有45度吗？你敢说有45度吗？你从后面看，从后面看，前面人鞠躬30，后面是不是150？那你再倒一次。对不起。